这不是姚总和程导吗？我太难了，我先走了，家里见。我数三个孙悟空回来，三。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祝大家中国庆佳节，祝我们的祖国。新的一年到了，你是个品格，祝大家在2023年里一帆风顺。新年到了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大展宏图。你是个品格定档啊。姚总，一会儿有个新人来面试。No. 来了。Listen.姚薇开工了。姚薇报道，今年的 KPI 必须要保第一，姐妹们，姚薇就靠你们了。今晚8点，等你们呀。我欢欣大海，欢欣山脉，我欢欣沙漠，处处充满色彩的一个地方。开心花心。你和闺蜜属于哪个等级？姐姐姐姐，下班一块吃个饭呀。可以吃。吃。走。女士默契动作挑战，下厨还是叫外卖？外卖。对。外卖。对。逛街还是逛超市？逛街。对手还是朋友？朋友。一起比个心吧。好，错了，再来。怎么回事？姚薇这个给你，姚薇这个给你，姚薇这些也给你，这些都给你，你行吗？行啊。这条视频就是给你的，不要忽视它。新西兰的你就像姚薇一样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早日走向人生巅峰。